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坎，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勇闯王国。好，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神装啊，有各种最强神装，透过这个转职磨练可以拿到最强神，像是玄剑的话呢，有这个雷罡长剑、圣光长剑嘛，这个是转职。那这个磨练的话，有这个破冰神剑，还有烈日神剑、啊，官方认证最强的神装啊。那当然，史上最多的礼包嘛，还有隐藏版的序号，都会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再往下看，悟空的话呢，他转职会有这个金刚功，还有圣光功。那在磨练上去的话，会有这个最强神装，这个追风神功，还有这个赤阳风暴功啊。这是官方认证最神的，从这个木块是往上养成。那还有这个像是木法杖，那转职上去的话，会有这个木华法杖，还有这个灵感法杖。那在磨练的话，会有这个圣心法杖和冰晶法杖啊，所以最强的神装这边有完全的图鉴。好，官方认证最强的神装，然后最多礼包嘛，隐藏版的需要都在这一集啊，总整理分享给他，还有这个游戏详细的玩法。好，最爽的攻略，最爽的福利分享在这一集。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首先呢，有 VIP666， 然后有 VIP777， 还有 VIP888。那现在有这个 YCWGUZ， 接下来有这个 YCWGLL， 接下来有这个 YCWG 那个 DYT。就这个 YCWGAH，YCWG 是勇闯王国、啊、他们就是这个简称 YCWG。接下来是 YCWGFH， 然后 YCWGQQ， 然后 YCWGKQ， 这个 YCWG 很多，然后 YCWGTC， 然后这个 YCWGHDR， 然后这个 YCWGYT。接下来还有 YCWGSG、YGWGDW， 然后 YCWGWLD， 还有 YCWGXX。接下来有这个 YCWGHH， 接下来有这个 RWMCPKP， 然后 7EH。那大家小写注意一下，大家自己注意一下，都分享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呐、啊。接下来这个 XIUBV8AYUK。接下来这个 SPDMUAYW9B 一样大小写，大家自己注意啊。这些，接下来这个 YQMTNWBPFR， 接下来这个 QBGXTJRVYE 大小写一样自己注意。那接下来这个 ONLINE， 哇，史上最多礼包码加上最强的福利。最神的福利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画风超像那个之前旭哥玩的轰隆隆骑士团嘛，画风超级像的，还是轰隆隆佣兵团，反正那个画风超级像。呵呵，自己打，完全超像。拯救小伙伴，拿一个新角。他是快饿死了，是来获得一个新角，红须布莱恩。我们有个坦克，来继续开战呐、啊！啊，游戏玩法真的一模一样啊！靠，驱散那个雾，要去救莉莉啦，小镇与莉莉。轻松啊！来救一下莉莉，现在有了一个奶妈，这个应该是奶妈吧？稀有牧师莉莉，奶妈玩法真的超像，大概有99.87像吧，87%像，好。现在要来砍柴，啊，连牧师都会砍柴啊，傻小。
冲冲冲！玩法很可爱。啊，我们可以到下一个城市了，华龙洲。笑死，这也太可爱了。这是我们起始的城镇。它这个一定要丢木材，要不然它不会亮啊。驱散一下。来，哦哟，城镇看起来蛮可爱的。这是我们的城市。这个是平原。来去建造我们的训练营。先来砍树一下。也太可爱了。砍树。来，训练营来啦，各位观众，训练营有了，应该就可以来，等一下可以来抽角色了吧 ？OK， 增加我们攻击力，点一下，开局一定要的，还有说攻击一加，他的 buff 蛮重要的。清怪喽！这个水晶是不是可以采收啊？哦，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增加我们的训练营的东西？来，先采收一下好了，那就很实用了。大火进攻喽！有没有玩法真的很不错？哎、欸，我们升到二级了，爽！欸、打死一个山猪啊什么的。啊、这个矿可以采吗？这不行，要蓝色的。这个阿北在那边，那、啊、史莱姆呢？啊，这边还有、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点起来，增加我们的这个视野，赞，开拓我们的视野。啊，罗宾汉，这会不会太轻松了？太好玩了，这游戏玩法很愉快耶，就是你也不用太累这样。他要十个肉啊，来拿到罗宾汉啦！罗宾汉怎么长得像萨尔达？笑死，绿帽罗宾汉，而且还是个绿帽男。增加我们的这个营地的上限了，绿帽哥。绿帽哥他要加进来的话，必须要再多人啊，要不然我们队伍人不够。这个吧，这个上阵加一，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全部体力，攻击力加二，好用欸，超赞。所以这个优先要点啊。接下来就可以上阵我们的绿帽哥了，萨尔达。好，开局这样玩起来算是蛮齐全的。我们很忙呢，就无赢呢。胖虎，我们来啦！来 ，BOSS 啊！胖虎来啦，来 KO， 赞哦，还拿到一个宝箱。直接领取，哇、哦，拿到一个神角坦克 ，Papai， 来，接下来就是来抽手抽了，解锁我们的大厅啊，转蛋要来了。来吧，抽转蛋了。这边花钱就可以抽，那有常驻的，这边还可以更新。更新的话可以换到更高几率的英雄，那我们尽量可以刷新，刷到更神的角色。我们来刷一下，看一下。哎、欸、有，现在就有紫色的，有没有？
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刷到更高等级，可以最强的神角这边。神话英雄，然后史诗还有传说。神话是 5% 的机会，然后传说是 15%， 然后史诗是 50%。基本上最强的神角呢都可以免费拿。这个一定可以拿得到，免费拿。有没有最强的神角？像我们刚才只有拿到这个，哇，双枪麦克雷史诗神角。那之后呢，还可以一直这样更新下去，你就一直刷嘛，就可以刷到像是有没有红神角啊？哇，太爽了！最强神角可以免费拿来拼一下，最强的神话角。那我们就是一直去赚钱去刷它，这样就蛮好玩的。这游戏就这样，好，最强的神角可以免费拿，我们可以来拼这个红神角。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啦、啊。版本最强的 T 0神角，这个红神角，神话角超香啊，赞！而且还是个妹子啊，可以免费拿。最强的攻略，最强的福利，最多的礼包啊，直接刷这个红神角超爽，分享给大家。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看旭哥手工，我们下一集攻略见。